今天的《剑士英雄》首映记者会的现场，我们的活动呢马上在稍后5分钟之后呢就要展开了，请大家尽速就坐。《剑士英雄》4月10号起，每周五晚上10点，中视频道。案件和这起案件并非单纯。 史上投资金额最高，也是采用电影规格制作出了第一部犯罪科学剑士影集，在刚刚的片花当中都可以看到其中的细节。就在明天4月10号周五晚间10点钟，中视频道要准时推出了。需在网络上的很多人都在期待，讨论声量是非常非常高。 而打造这样的一部戏剧呢，也需要很多的决心。除了耗资5000万打造之外呢，这一部戏剧的平均每一集的制作成本高达400万元，也网罗到了金钟还有金马的坚强制作团队，让台湾的戏剧可以媲美国际级的水准。 不过呢，要有这么好的戏剧可以看，其实幕后有很多重要的推手，今天也都来到我们现场当中。惠柔现在要依唱名来欢迎这些与会的长官贵宾莅临指导，要请各位贵宾站起来向我们挥手一下好吗？首先欢迎到的是旺旺中实媒体集团副总裁施宏达施副总裁，欢迎您，欢迎施副总。 再来欢迎到的是中视总经理赵善义，赵总经理，欢迎您，欢迎总经理，以及超级国际影视集团超人瑞奇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顾超先生，欢迎您，还有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副局长许淑平，许副局长，欢迎您。 再来欢迎的是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林宽裕，林局长欢迎您，还有前台北市警察局刑事鉴定中心主任谢宗善欢迎您，再来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的是中央警察大学剑士科学学系助理教授杨兆凯助教欢迎您。 好，紧接着呢，要让现场所有的贵宾非常期待的，就是演员要登场了，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好吗？来欢迎剑士英雄一一进场。首先，让我们欢迎的是法医陶传正，欢迎。哦，你看他一身的打扮，真的就像法医一样，让我们亲临到现场的感觉。请法医这边请，好，我们就请演员一个一个排排站好吗？再来欢迎的是。 剑士中心的成员电脑高手蔡丽云，跟我们挥手，跟现场观众朋友打个招呼，欢迎丽云，以及痕迹猎人苏达，欢迎苏达，还有犯罪特写专家何以琦，欢迎以琦，文物专家季培慧，相信大家都很陌生。好，再来看到的是毒星精灵蔡黄龙豆花妹。 钢铁雷公周孝安，欢迎！及现场朋友用热情的尖叫声欢迎刑警组菜鸟刑警钱于安，以及暴走女警蔡淑珍，铁面探长王世贤。欢迎世贤哥，他在戏剧当中饰演检察官哦，谢谢所有坚强的阵容，以及所有熟悉的面孔。 相信呢，这部戏剧是非常的精彩，请所有的演员一一就坐好吗？我们首映会要准时开始喽。好，谢谢。哦，刚刚可以看到呢，现场所有的朋友都很热情哦，包括了像是我们电影常常看到的季培慧，他的身影，其实大家都很不陌生吧。 常常会看到他的演出非常精彩，还有很多大咖的演员，今天都齐聚到我们现场了。谢谢各位媒体朋友哦，待会我们还有非常精彩的拍照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欣赏《剑士英雄》的精彩片花了，首映会马上开始。 不会去冤枉无辜，又能保死者伸冤。
不会念念忘我，又能保持这些愿。太早回家，太
你快点！快点！我先知道你要做坏的。
健身人员应该说的话吗？ 每周五晚上10点，中视频道。 晚上10点钟要登场了。接下来，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所有重要的演员一一到我们舞台前方来进行Q&A时间，好吗？掌声欢迎，请所有的演员到舞台前方。 刚刚相信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一定看得非常非常的过瘾哦。那么演员朋友呢，相信他们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专业题材，相信他们在对戏的时候也觉得非常非常过瘾。好，我们请所有演员依序站在舞台前方，也请所有的媒体朋友把握时间来捕捉这个难得的画面哦。好，我们现在呢？
请所有的演员要准备一下哦，等一下我要请大家出麦，可能在这个戏剧当中，在里面哦演的不太会背台词的人到底是谁，大家要在心里面想一想哦。我看现在大家好像在偷笑，心中应该有一个底了，这是等一下的第二个问题。首先我们请大家先一一自我介绍自己的角色，而且要跟我们分享一下难忘的一场戏。那我们就先从我旁边的这一位法医开始了，好不好？我们请陈真真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是陶陈真，我演法医。好，跟我分享一下这个难忘的一场戏。刚刚你好像有对尸体说话，对不对？从来没演过法医，所以第一场戏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考验啊。那因为法医是有专门学问的，所以那个台词特别的难记啊。所以对我来说，第一场戏就开始拿手术刀切头皮，然后拿锯子把脑壳切开，然后跟大家解释这个脑的结构。我不知道其他人看的什么感觉，我是觉得蛮紧张的。回家以后晚饭吃不太下。回家以后还有没有去拜拜？好，请下一位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吗？还有戏里面当中的角色难演的地方在哪里？大家好，我是苏达。我在这部戏里面我饰演的是一个泰雅族的剑士远景啊，我的名字叫雾明达道。在这个戏里面，我的个性是非常幽默风趣的原住民，可是他又有一个非常丰沛的情感。然后其中的有一集是要侦办我喜欢的人，然后他变成被杀死了这样。但因为我就是个性幽默风趣，可是又那个情感丰沛，所以刚刚你们有刚刚里面有一个画面是我要去揍那个凶手，所以我的台词是你不是人，你是魔鬼。可是因为我又要顾到我是一个很幽默风趣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在拍的时候我就说你不是人，你是魔鬼，你没有鸡鸡。自己加台词啊，自己加。那导演觉得不 OK， 后来就没有用。谢谢，我们再来陪位。Hello， 大家好，我是戏培慧，我在里面饰演的唯物专家，他叫做小星星品方。那我最难忘的一场其实不是戏，是我们在前置作业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跟真正的研究人员一起上课，我们要学怎么摆那个证据的数字号码，然后还有怎么拍摄它，然后要分远中近等几个不同的镜位等等，然后还有一些不可以拍到人员的手啊等等这种规则，那个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上课花了多久时间？上课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啊！哇，接下来呢，黄如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是在里面扮演是精灵，那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也是比较难忘，就是第一集的第一场戏，他就是出场介绍大家，那因为他就是一个行为科学分析家。那他就是会分析一个，因为我第一场戏遇到的对手就是钱宇安，对，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年纪比较轻，那我就想要欺负菜鸟，所以我就开始行为科学分析他，对，然后就噼啪噼啪一口气，很像在念 rap 的感觉，可是又要一口气讲得很顺，口齿要清晰，然后我就觉得那场戏对我来说是非常难，然后也非常有挑战，可是我最后成功了，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看看这一部。就是每个人演的都很精彩，然后都很用心，而且你在戏里面好像会读懂人心，但是你在戏外是傻大姐，还是比较像是戏里面那个精明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挑战的角色，因为它里面就是比较聪明，那讲话也非常的快，对，然后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行为方式，就是他自己在读心别人的时候，他是会有一个侧头。所以在拍摄常常就很容易拐到我，对，因为真的会长时间就会开始就这样。哦，所以你回去有按摩一下吗？会啊，职业伤害。接下来我们请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最难忘的不是某一场戏，是剑士的部分。只要有拍到有关剑士的动作或是步骤的时候，那个还要再带我的特别专业跟特别长的台词。每一场戏都是非常难忘，因为我每一场戏都花了几乎是牺牲睡眠的时间来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都看一下，我们真的有努力在做剑士这一块。谢谢，给上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现场的所有朋友，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访问到的是淑珍，她在戏里面演出的是比较中性的角色，你说好像比较符合自己的个性是吗？对，我在里面饰演
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女警官。我老爸就是杨法医，从小耳濡目染，长大之后一定要就是把所有的坏人都抓光。然后我因为我爸是法医，所以他每天会带着尸体的味道回家，然后我是非常抗拒这件事情的。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是我跟我老爸有一场戏，就是要把心结给解开这样。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那边吃小面摊，吃九层塔炒蛋，然后吃着吃着就我就有眼泪了。那是父女之情，就我看着杨法医，他不管讲什么或做什么，他其实只是讲很简单的话，比如说快吃啊，冷了就不好吃了，或者说你怎么哭了呢？像这样很简单的话，真的是让我心都碎了。所以那一场戏，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在跟我爸讲话，然后哭着哭着，我自己看已经拍完了，然后看了monitor，我说我怎么出现了儿童的声音？就是我后面的时候跟我爸讲话是国小儿童的声音，爸你怎么不吃呢？这种声音出现了，我觉得啊，原来我自己跟我爸讲话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可以看到淑珍在拍戏的时候非常投入，但是刚刚我们在片画里面也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画面哦，就是跟裴慧好像有一个接吻的画面，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一段拍摄的过程吗？哦，我跟裴慧是同事的，同事兼好朋友，我是非常怕女人跟小孩的，唯一的好朋友还是个同性恋，就是很男人这样。但我是他心仪的对象。哦，原来是这样子，这个梗可以破吗？好像其实蛮明显，就是其实是我暗恋他，然后他一直就是装傻，就是不知道不知道。我们里面的编剧非常精彩多元哦，接下来我们请世贤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每一场戏对我来说都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都蛮期待每一集的出现，因为都会让我很惊讶。然后里面有很多专业的术语啊、常识啊，我们必须得要去背它。然后我都不会去看结局，然后我一直在期待。然后去更让我有趣的就是说，整部戏里面真的花了蛮多钱，尤其是我们的化妆真的。我自己都会吓到，有时候那些服尸哦，还有七日大体，那个看起来真的会卡累令。他有时候进到片场会让我，那个背都会凉起来，有时候是一个人都不大敢上厕所。哦，这有时候有一些戏的在晚上出勤的时候，真的还是蛮怕怕的。啊，那我蛮开心剧组能够让我来参与这部戏的演出。那就好像刚刚我们看到大家来支持这部戏，就等于是我们国内戏剧的跨出了一大步，希望能够借由这部戏然后来进军到国际啊。事实上大家看到真的花了蛮多钱，所以说每一场戏都让我蛮期待的。对，除了重金打造之外，所有演员的共同努力也是这部戏剧可以走向国际的最重要的关键，是吗？好，接下来我们要访问到的这部戏里面的开心果，应该没有看错吧？于安，请跟我们分享。大家好，我是钱于安，我在《剑士英雄》里面很开心可以饰演菜鸟刑警的角色。那我觉得这部戏其实让我们大家就是截至到目前为止感情都还非常好。那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就是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是大家刚刚可能片花有看到，就是大家在玩生存游戏。那其实，在拍摄的时候呢，其实我那时候脸就有受伤的这样子。但是其实，在刚刚大家看到这种精彩的片花之后，其实我们大家刚都有一样的感觉，就是那时候的伤也没有大碍，然后付出的努力真的都非常值得。所以希望大家如果看了觉得非常喜欢、非常精彩，要把这样的口碑也分享出去。谢谢大家。好，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分享，多多分享，在明天晚上的10点就要播出了。以琪呢？大家好，我是何以琪，我在里面饰演的是犯罪侧遣专家 Angel， 然后同时也是雷公的前女友，这样。我是最晚加入这个剧组的，但第一天加入拍的第一场戏，进去第一个主场景我就吓到了，因为非常非常的专业，一切都非常非常像我就是那个监视人员，然后那个工作环境就是那个监视人员该待的场合，所以非常非常厉害。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因为我真的非常希望可以有第二季。耶、
演起来非常过瘾吧？对，我们也很希望有第二季，就像国外的影集一样，一直追下去，好不好？好，再来欢迎的是丽允，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好，我是蔡丽允，那我在戏里面演的是电脑高手小高。那其实最难忘的话，应该是我跟苏打的对戏。因为我的个性在戏里面是属于比较冷一点，那比较不讲话，那刚好苏打的个性就是比较外放一点，所以我们的互动的话会擦出一些火花出来。对，有好的对手的话，对出来的戏剧就是更有张力的，对吗？对。然后希望就是大家能多多支持我们这部片，因为我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就是在这部片里面。好，我们再请所有的观众朋友热情的掌声，谢谢这些演员。不过呢，刚刚有人提到演员们感情非常好，现在要出卖一下咯，因为这部戏剧可以说是非常专业嘛，是有建识科学当做背景的，因此呢，台词是千万不能够讲错。但是其中应该有谁比较不太会背台词的，对吗？我数到三二一，大家指向那个人好吗？好，三二一，谁是谁？原来是丽允，为什么呢？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其实因为，坦白说，你是电脑高手吗？因为你在里面饰演的是骇客。对，因为我话就不多嘛，所以突然有那么多台词，我也会有点紧。没有，其实是因为有些是一些专有名词，然后可能就是背的时候就会觉得，以前没有遇过，然后就会紧张，那可能一次两次就会有点。是，你知道，就是叫，不要再问他一个，很紧张了，可以出卖了。好，没有关系。但是这个专业的台词里面，我相信许多资深的演员都相当有经验哦。到底是怎么克服的？可以请淑珍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真的还好，台词我觉得最难就是陶爸跟小安两个。陶爸跟我，其实陶爸刚刚一直就很怕大家指他。跟我分享一下好不好？指导一下后劲。好，那个第一次演法医，那个开始研究法医，所以必须要先帮法医说几句话。台湾其实真正的法医，我们谢老师在这儿，大概台湾真正的法医大概只有十几位、二十位，大概这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法医所受的教育是跟一般医生是一样，但是他的待遇比一般的医生要低很多，所以没有什么人愿意当法医。而且法医是对着尸体在专门研究这个死掉的人，那医生是要想办法把人家救活，那我们是没有这种功能的，是功力，所以演法医是在以后开始对法医非常的尊敬。那因为演法医，而且我又这么资深，所以必须有很多的跟他们这些人解释，所以很多的台词我又没有肖安那么好记忆力，虽然都要记到三更半夜。我干脆就不记了，因为记了也白记，第二天早上起来全忘光了，就到现场就看看台词，看看导演，导演马上就晓得怎么回事，来给陶爸打一个 monitor 出来，在那啊，打一个大大的 monitor， 我说字看不清，有点小，没办法放大，他放大，放大，我说我不能这样子看，又是看这样子，不是，干脆我自己研究好了。导演说你随便你想办法自己解决，或者第一场戏就开那个脑。当然就把那个台词贴到那个脑的部位，看看这下一个让台词看看大家，然后再回来研究脑，就是这样子，一下子十三集我也就过去了。那讲了什么话我也不记得，但是还是对法医有很高的敬意。在结果的过程当中，其实应该是会带给观众朋友可能有一点心里头会蹦蹦跳，会紧张，因为他可能对的是一个尸体哦在讲话。但是呢，刚刚陶爸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过程，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在看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紧张，还会想起他这么有趣的对话。再给所有的演员热情的掌声好吗？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收视长虹仪式哦，相当的特别，请所有的工作人员就位，帮我们准备一下。现场我们会安排的是封锁线哦。哇，我们真的好像就在重案现场了，不过希望不要哦。好，这是我们的收视长虹仪式。待会呢，请所有的演员拿起剪刀，先不要剪哦，我们要请所有的这个摄影大哥捕捉最美好的画面。太多了，太多，然后推荐。
中间的摄影大哥。再把目光移到右边，媒体朋友。镜头可以往前面，正面面对媒体。好，再来看一看左边。好，中间我们再来一张。好，谢谢所有媒体朋友，我数三二一，大家要一起解开封锁线咯，让大家真相重见光明，让我们一起冲破封锁线，三二一，金氏英雄完美破案正式开播，请各位好朋友锁定明天晚间10点中视频道会准时播出。我们今天的首映记者会到此圆满成功，谢谢各位媒体朋友参与。紧接着要让媒体朋友尽情的拍照咯，请10位的演员我们来大合照一张。好，请所有的媒体朋友好伸手。好，那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安排一下位置好吗？我们第一张的照片是先请所有的演员大合照，建视组往前面站，谢谢。右边好吗？
再把视线移到中间。好，中间再看一下。好，最后我们看到左手边媒体朋友，这是最后一张的团体合照，接下来进行的是单拍时间。好，接下来我们请世贤跟刘布单拍一下好吗？帅气过表，世贤哥在里面的演技，观众朋友一定非常期待。看右边的媒体朋友，接下来看中间。右边的朋友还是要一下下。好，再看到左边。谢谢世贤哥。接下来我们请淑珍。好，在里面饰演的是中心的角色，可以看到他另外一面哦。精彩的演出都在中视频道。好，请在右边。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中间的摄影朋友。
接下来是电子媒体联访时间，把时间交给电子媒体。